大家好，我是河内的乔治·格鲁尼 ，George Clooney of Kawachi。今天我来到泡沫国鹿岛神社。好，进去。今天举办学生祭，中考生、高考生。祈祷考进地缘学校的仪式，志愿者木板上写志愿学校的校名，即什么什么大学合格。举办学生祭的地方叫右方向，把刚才的志愿者奉烧向上帝祈祷，考上高中，考上大学，东京大学，牛逼！这课侄子叫记者，这条绳子叫救援绳，里边身右身上的地方先观众来了，秀福这次奏伤四方佛，点火，点火，浇火。有劝拜礼，开始奉烧，中考生、高考生祈祷，火
受到饼干。省下送小礼物，饼干一共六张，一元性的包吃。滋滋的口感，微甜，那么，这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